好，我们刚才提到了，欢迎各位啊，能够投入我们政政改革的这个部分。我想讲到纪律这种东西啊，就是实际上我们要去实践的部分，它是很具体的，它跟修法不一样。修法的部分呢、叫做心法，心法它要掌握的、就是心。那个心抽象，你掌握不住，所以我们从心上面去找一个相对应的，叫做触。古人呢、把这个部分叫做能所，能就是心，所就是触。我们的修法就给你一个很简单的规范，叫做自心一处，把心抓来放在一个地方。那现在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把心抓来，抓不来啊，你就没有功夫。你要能够抓到你的心，然后降服它，把它按住在一处，这个叫自心一处，此心不乱，心啊不乱，就安坐在那里，像佛祖安能解决定法为定当，你的心呢、就要能够训练到这个地步。可是，在训练的过程，心会跑掉，你要死心不乱呢、那若心他缘呢、色心令还，再把它抓回来。所以，整个修法都是在管理这个心。但是啊，戒律啊，它没有办法管心。戒律啊，就管两个东西，一个是语业，要怎么讲，大家会满意，要怎么做，就身业，一个身业，一个是语业，那就要戒律来管了，当然，我们的最高标准呢、是身口意三业要统一，身口意三业能统一啊，那你就会清净；身口意三业不统一啊，你无法清净，你会啊烦恼。那从修法的立场来讲，是心法；从整个团体来讲啊，那就戒律。所以戒律主要管的，主要啊。不是说都不管心呐、从菩萨界来讲啊，从我们菩提心界来讲啊，他还是管心呐、不过我们一般讲的制度、组织、经营管理、典章等等啊，他主要啊强调那个精神的时候，那就是管心；但是讲到要你去遵循的时候，那就是身业跟语业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刑法上来看的话，你就看到这样一个道场，这样一个刑法，它是非常广阔的，它不是啊非常狭隘的单一。师傅，牛奶可不可以喝？师傅说可以。你说我儿子喝了，难怪牛脾气那么大。师傅说不可以。你说那这样会营养不良。师傅我可以吊刀。对不对？那个小东西啊，你自己看着办，你认为该喝就喝，喝到可以的就不要喝，就这么简单嘛。那重点不在于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喝，重点到底是你怎么规范你的身口意。所以很多小地方啊，只是提醒你，有些你可能没注意到，其实那也无所谓啊。西藏的喇嘛们他们还是吃牛肉，他不喝牛奶，只喝奶茶，对不对啊？你不要管人家嘛，这小事情嘛，他身口意都管得很好，那个小事情就不要紧了。问题是我们身口意管不好啊，那你就会在小事情上面计较，你知道吗？你造是非，闹烦恼，搞了一堆，好了，那你说你吃素吃得很干净，每一个菜叶里都头的细菌啊，你都用超音波把它震出去啊，这样一点杀生都没有，看起来好像很吃得很清净啊，
啊，可是你看心里都是烦恼，都是是非，那有意义吗？对不对？这叫本末倒置啊。所以当然能够啊做到内外清净齁、哦、行为啊都中规中矩，都不会给人家批评，那是最好啊。那个时候啊你就立得起佛咒啊，你就不是凡夫了。所以我们凡夫的时候先从大的地方来啊、哦、大家看到这佛像有没有，这佛像有没有很清楚啊，这个洗佛咒啊百分之百啊。可是当它是一块原木开始要磕的时候是怎么样，你想过吗？它会像你讲的从最精细的地方开始吗？它还是一颗原木的时候，你就听啊，吃醒出来以后然后再细雕一下嘛，弄到完了差不多了，那你才微雕嘛，把它全部凸显出来，然后完成了没问题的，该修改的都改了，这些大概两三个阶段，那工程完毕以后呢啊，最后才彩绘啊，彩绘完才贴金啊，哪个神经呢会先贴金再彩绘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有一定的程序，我们在修学也是一样，你把大原则弄好，我要磕佛咒啊，不是要磕八道啊，你不要磕了老半天呢、啊，佛咒八道打打了吧，那不对啊，那是布袋和尚啊，那你要磕一个彩绘很精致的这种佛像，那你要怎么磕？它有一定的程序，你不要把方向弄错了。我们今天在修学，很多人是弄错方向，一开始就说师父功课怎么做，你现在不要要求功课怎么做，不要要求那么多，现在第一个哈，我要怎么活得很快乐，心里呀、啊、没有障碍啊、哦、没有扭曲，心理很健康，人际关系很良好的时候，我相信你的人生就会很快乐。这个时候啊要怎么做功课我们再讲。那假如啊你这个功课做得很精进，那么你的人格有扭曲，人性有扭曲，心理不健康啊，那个功课啊只会害人，只会害人。所以基本上啊我们还是先从这地方来，身口意三业啊怎么样子啊做一个大的规范，大的规范啊、哦、那我们也希望进到我们道场里头来的人能够全方位啊来加以训练，而不是只有一个，我们是一个法的道场，修法很鼎盛。那我刚才跟各位讲，我也一向都没有注意到所谓组织制度的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们对于戒律啊是有所疏忽。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感受到群众在一起啊需要有这些规范啊、哦、那么这些规范呢是要大家一起来，不是只有几个人啊、哦、像刚才几位干部在上面宣布消息啊、哦、传达一些信息给各位，那我们也很希望哪一天换你来传达，这不是他们的特权呢 啊假如你愿意，那谁都可以上来，我们没有说啊、哦、谁不能上来，只有谁能上来，不是，这里面的关键大概就是训练，我们需要训练，你不会训练那就常常会弄错，会把重点跟要领呢、啊给忽略了，那结果大众啊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所以所有的人你都可以发心当义工，义工啊不是报了名就可以上战场、哦、要上战场啊就要先经过新兵训练，所以每一个义工啊都要有足够的时间来接受啊所谓的职前训练，你才知道你要做什么。那昨天呢我们这些男众同修们，这些优婆塞报名参加华严道风金刚护法会、哦听说报名很踊跃，那每一个都参加了，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呢、啊、感到很恭喜的。昨天没有参加的今天还可以报名
哦，没有说昨天而已啊，今天报名的也算哦。我们道场啊，自古以来啊就有两大特色。哦，我跟各位讲，真的两大特色。我们的男众啊，一般呢，我们男众大概占三分之一，啊、哦，其他道场啊，大概只有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。我们最多的地方啊，男众占三分之二。你看哦，男众很多，一般的宗教场合里啊，男众大概是女众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，所以我们男众的比例相当的高，这是一个最大的特色。第二个，我们在白天讲经哦，也是破天荒，没有人敢在白天讲经，每次要白天讲经，大家都说谁来听啊？谁来听啊？我们不是谁啊，我们都是人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每次啊也都是客满，比较遗憾的就是客满。我不知道你鼓掌是什么意思啊。我的意思是说应该要爆满才对。从最早我们在那个叫什么清泉会馆呢、啊、早上讲经啊，就发生这种情况，满满的就爆满，那是早上时间。我们有几个同学在那个时候就有听啊，我们在临坡西街的时候中午讲经那是比较例外，因为中午讲经啊是有很多上班族，像劳保局，那个时候叫劳保局啊那边的同学啊都过来听。我们那十几坪的地方呢、啊、最多人数可以做到100个人，比这个禅堂还小的地方挤到100个人，你我不知道他们挤到哪里去了、怎么挤出来的那些人我也不知道啊、在顶楼一个小地方，那家盖的，不算违建呢、啊，还有建造，其实食品的小地方，你看看，白天人还那么多。我们在中立那个时候，早上3:30开始，还是客满，没有爆满，在高雄13楼顶楼啊，早上4:30讲经，早上4:30呢、啊，照样，嘉宾满座，所以是早上是晚上都一样。可见我们这个时代同修们求法的心啊都很热切，都很热切。那也可以证明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同修啊福报都很大，福报很大。但是我很清楚，礼拜三讲就礼拜三的人，礼拜四换过来礼拜四啊，礼拜三的人就不见，礼拜四礼拜四的人来，早上讲有早上的人，下午讲有下午的人，晚上讲有晚上的人。你知道我是很高拐的人呢、啊，我会把是一大早3:30跟4:30照样有人听。那为什么呢？可见这个法有它的适应性，非常广泛。也非常的普遍啊。而我们在这当中给各位委屈的就是啊，我们层次啊众生非常的大，有第一次来的人他也要这样听，听了10年的人他也要这样听，那你就可以知道第一次来听的人跟听10年的人的那种感觉啊那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呢师父也要有那个本事啊，让第一次来听的人也会听得下去啊，听10年的人也不会讨厌啊、哦、那这里面你就要知道要用什么功夫啊，我是不知道啊，反正我就这样一直讲就对了。这是我们法化要弘开的一个基础。那我是希望这样的一个法啊、假如你有感受到这一点呢、啊、应该就不会问说齁、师父我们要学华严有什么次第啊、
我第一本书要看哪一本，第一个袋子要听哪一个袋子。你看我就没有这个问题啊，对不对？今天第一次来听的人是第一个袋子嘛，听十年的人也是这个袋子啊，所以第一个袋子也是听十年后的人可以听的，是吧？哪个袋子是第一个要听的，哪一个袋子都可以，都可以。那么这里面呢、啊，就发生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们现在都受了现代教育，所谓现代教育是美其名叫现代教育，那都是大脑型的知识教育。大脑型的知识教育啊，我们叫做小学。小学啊，不是批评啊，也不是轻视啊，只是瞧不起而已啊。真正的哈、哦，生命所要的是大学，是大学。而这个区别啊，只有中国人会区别。所以我们说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讲这句话的时候佛陀还没出世。佛陀出世啊，大概也读过大学，所以他讲啊，上求下化，止于至善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。所以我们看看上求佛道是不是在明明德，下化众生呢、啊？是不是在亲民？哦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我们叫做、啊、止于至善的生命境界嘛，那不是在止于至善吗？佛陀啊，只是把大学的这几句话，他用梵文讲过去呀、啊，那唐朝人呢、啊，再把它翻过来呀、啊。啊，所以啊，跟大学有点哦，尺寸规格不太一样，哦，但是内容完全一样，完全一样，你就可以知道啊，在追求生命的领域里啊，他所用的这些东西啊，跟大脑知识的领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跟你讲，完全不一样。这个我们在以往讲习里，这个讲的太多了啊，知识啊所记录的。我们叫做书，生命所记录的我们叫做经，经的范围比较广，大概诗词歌赋都属于经，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跟小学教育不一样。你现在所讲的物理学，我们跟各位讲，物理是真理啊，化学也是物理的一部分，电学力学这些都叫通通叫物理啊。你要知道啊，物理不是真理，真理一定跟生命有关，跟生命无关的真理叫物理啊，有没有？很清楚啊。可是啊，我不讲你就不清楚啊，但你还没听之前你就一塌糊涂啊。真理一定跟生命有关，跟生命无关的真理叫做物理，就那么很简单的定义，就把整个世界的学问啊全部划分出来，跟生命无关的就叫做物理，跟生命有关的那个真理才叫真理啊，跟生命无关的真理叫物理啊，你去注意看看。所以我们学大学啊，就是学跟生命有关的真理，学小学啊，就是学跟生命无关的真理啊。相对论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也活得很好，对不对？以前没有相对论的人写诗写得好美啊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懂得相对论还是一样写诗啊，是吗？以前没有电灯，人家写诗也写得很美啊，日子也过得很快乐啊。你现在有电灯，人除了颠倒以外还有什么？对不对？以前没有大哥大，我们还不是活得很高兴，对不对？现在有了大哥大，只证明一件事情，无所遁其形，看你跑到哪里去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了大哥大，除了干扰你的人生以外还有什么？它没什么好处嘛。这个叫做跟生命无关的真理嘛，它叫物理嘛。
你可以发明的再好啊，以前都没电脑，我们还不是很高兴。对，现在有了电脑，你只是增加烦恼啊。啊，有了电脑以后，你看看这些年轻人啊，都是笨电脑，啊，他们人脑都忘了用。你没有告诉他，他就不会做。啊，你告诉他，他才做。这不是电脑吗？以前我们在教小孩的话，不是啊，他自己会自动自发去做。现在人要他自动自发很困难呐，很困难。这个就大学小学之间的差别。而我们今天这个大学教育要把它扩大出来，让更多的人呐，来蒙受这个福利，那你就应该啊挺出来，站出来来扶持他，让我们这个单位啊，这个制度啊，能够弄得更完美，能够更好。我们希望各位啊，这个制度要好是要各位来参与，你不要等着说师傅把制度弄好我再来，我弄好你也没用啊，你不知道怎么用，那你要知道怎么用你就来参与，就来参与。我的责任是负责啊，来带领大家好好修行啊，怎么样解脱，这是我的责任。制度要怎么做好，我只能够说敞开胸怀，我们大家共同来参与，那这个大家才会弄好。因为制度是要大家共同来遵循啊，在这个深夜在雨夜上面呢，大家有一个层次啊，有一个规矩，在共同的规范之下来完成它。因为它是大家要去实践的，不是我要去实践的啊，我要告诉大家的，要带领大家实际参与的是修法的部分。禅法怎么修，密法怎么修，净土啊怎么修啊，是这些东西。那么戒律的这个部分呢，我是希望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参与，把制度弄好，让大家在现有的我们这个时代啊，这个小学因为很发达，典章制度啊很完成，很完全呐、啊，那也相当的成熟啊、哦。不管呢、啊，各种理论、各种工具啊，都相当的充沛。那我们不可能去了解那么多。那各位呢，你在工作岗位上有很多所谓 CEO 啊、MBA 啊、还有啊，还有在建立什么 CIS 哦，这个反正我会念，我不懂里面是什么。这个我希望各位啊，我们一起来啊，让这个单位啊能够啊变成一个亮点啊，让社会上的人都看得到，然后啊能够加入，那这个法化的弘开啊才能真正啊去饶益众生。所以这个是希望各位啊能够投入，能够参与，而不是啊我一个人的事啊。我们只能够说成为一个代表，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很踊跃的参与，让每一个华严人啊，华严的信徒、华严的弟子啊，都能够让人家看到说，这个哈、哦、才是学佛人啊！不要老是让人家说哦，嘿呀，原来的是啊，好苦的啦，无奈安呢，那你就完蛋了。学佛人呢、啊，要能够让人家一看。就竖大拇指哦，原来你学佛，难怪这么优秀。你不要老师那边哦，还得加菜呀。今天社会啊，会闹到这种地步啊，是我们佛弟子自己要负责任啊，不是人家跟我们贴标签啊。你处处跟人家不圆融嘛，啊，要进电梯啊，进电梯就进电梯，走一半还退出来，你先进，你先进。那个弄起来也道德被打给呀，哈！啊，你还不知道你撞到人家？你说你很有礼貌，我要先让你进去，没有错，你要事先想好，那就让人家先进嘛。你老是进一半电梯，然后又退出来，平来弄的都被到品位啊，哈！不然你先进，你先进，实在受不了。你去注意看，有这种人，你问他你在哪个道场，他一定告诉你标准三宝弟子，又是受菩萨戒。他的悲心我们可以体谅啊，那个做法啊根本就不对。
不信你等一下出电梯你就知道。为什么常常在那边闹成一团呢？这个就是啊，行为的规范嘛。那我们是需要透过教育，但我们在这个地方跟你讲这些，也只能够点到为止啊。要怎么教育训练呢？那你需要有一套生活公约的教育训练嘛，从实际生活中来。那就是需要有一套教育训练的制度啊。所以我们期望各位啊，你有心的话，我们要成立几个哦，我们可能类似委员会一样，譬如说儿童委员会，你说幼教的部分哦，青少年委员会哦，大专青年委员会哦，这个年轻人长大，这个、男大当婚呐、啊，女大当嫁哈、哦，那个婚呐、啊，其实昏倒的婚呐、啊、哈、哦，那为什么会昏倒啊？就是没有婚前教育，现在这是很麻烦的事，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要结婚啊，就人家说结婚就把它结了啊，所以结了就婚了嘛，啊，婚了以后就变成社会上的什么不定时炸弹，所以我们希望说在结婚之前呢、啊，能够推动这种婚前教育，啊、哦，给这些啊未来的家庭啊，懂得一个发展的方向。我们在座各位的家庭都不错，来的都是夫妻档，夫妻档哦，可见都很幸福美好，啊，你看到那生毛带角的哈、哦，啊，那你看那磁场的气压哈、哦，就非常的低呀、啊，那就为什么？那就是家庭有问题，那随时啊都会引爆社会上的不良的定时炸弹。那我们这个部分呢、啊，一个宗教啊，就是要把那些定时炸弹的隐性呢、啊，还没爆炸之前，先把它拉掉，要把它除掉。那怎么除掉？就是教育啊。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一些啊委员会来做推动。当然，刚才讲电梯的问题，这个就无关紧要啊、哦，因为被你撞到，即使牙齿被你撞断了哈、哦，他也只有包容你，因为你好意嘛。可是发生的社会上这些定时炸弹的爆炸都是很严重的事啊，为什么会有虐待儿童的事？自己亲生的子女你为什么要虐待他？对不对？这一定是家庭有问题嘛。那你要不要帮他解除掉？你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哪里去啊？你的亲手亲眼就要转化成这些出来嘛？啊，难道小孩子哭了你就真的腾云驾雾，到那边去把他抓出来吗？那不可能嘛！假如会这样的话，那电视不会一直报道啊，是不是这样？那、啊、可见我们那个组织就很重要，要不然呢、啊，真的想要饶益众生呢、啊，你想要有观世音菩萨的心怀呀、啊，那也都是假的。就口号而已嘛，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口号转变成具体的行动？那我们就要有一个所谓幼儿保护的这种委员会嘛，来做实际的推动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啊、哦，我们生命教育啊，就在推动这个部分。生命教育是一个比较笼统、比较大的一个构想。那么实际要进行的就是很具体的这些单一委员会出来，那个这部分才能够推动。那我也希望啊，我们同修们啊都能够发心参与，因为我们在这个时候你来听经，表示啊你有足够的时间，你就不要把自己的时间一直窝在佛堂里诵经念佛假慈悲。你要真慈悲你就走出来，你要是感受到、哦、那个幼儿教育很重要，我们就参加儿童委员会。你要是觉得说、哦、这些青年人要结婚之前的婚前教育很重要，那我们就加入大专青年的这个委员会，对不对？那要怎么样把你的理想把你的慈悲心转化成行动嘛？好像讲得很不精彩啊，里里落落哈，皮破掉。
我们行政人员有没有做那个报名表格啊？昨天哦，马上发，今天全部交回来，啊，这个效果应该要学起来。今天表格要没有弄好，明天哦，似乎又要强迫中奖了哈，马上再招了料都不枉费听经。明天来的话就讲报名表，你自己挑一个，或者你想要做哪些，你可以发起。我们同修啊有关怀，相互关怀，我们知道我们很幸福，可是很多人不幸福啊，可是他不幸福又讲不出来，讲了哈，不讲人笑，啊不讲哈，家己笑，对不对？那苦相嘛，自己选的都要昏倒了，要怎么办呢？我们需要相互的关怀跟鼓励，不但我们要拥有一个美丽的人生啊，我们更希望我们的社会啊是个美丽的世界，那就大家要把你有的多余的时间拿出来啊来灌溉。记得啊，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啊，其中两只手在你身上啊，你要让他千手千眼啊发挥作用啊，那我们的两只手两个眼睛啊就要发挥作用，我们都是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当中的两手两眼啊，对不对？大威德金刚啊有一千只脚啊，有两只在你身上，知道吗？所以要走出来，要我们自己要投入，要把那个理想啊转化出来，你不要退在后面，看人家在做，好像在演戏，对不对？要自己走出来，这里面有很多的酸甜苦辣，你要去经验，你想关怀众生，众生会很讨厌你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以为我个人来讲啊，算福报比较大，因为都是大家来找我，所以我不要走出去。可是我们是要走出去啊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参与，真的关怀，也不一定要你哈去怎么钻人家的隐私出来报告哈，没有做这回事啊。人家有什么秘密不要人家知道啊，你就不要跟人家公开。但是你看得到的部分，你应该可以协助，应该可以协助。而这个协助不是你个人，是我们汇报到这个委员会来，由这个委员会啊来推动，那么。他需要一些组织，可能要跟政府啊申请什么执照，那我们这一个 team 里头的人员呢、可能要接受一些专业训练、那才能够做真正社会上有用的义工、所以这个义工的职前训练跟在职训练呢、就变成很重要。那我们期望各位啊，你要行菩萨道，要从这个地方来做。菩萨道不是口号，是实践啊！你要真的实践。我们跟各位讲过，你透过这个实践，你去接纳，你去包容，你会发挥啊无穷的力量。在这接纳、这个包容的同时啊，你的实践呢、就在往前推进。透过这个实践的接纳跟包容，你会发现什么叫放下。在放下的当中啊，怎么增长你的智慧？智慧哦，不是聪明哦。你要知道，现在我们很多人说，师父我希望有智慧，不是，他是希望有聪明，啊，聪明是业力，啊，智慧啊，不是业力，智慧是从实践中产生的，聪明呢是可以用想的，有很多人天生很聪明。我讲啊，你不要对号入座哈。那种精明、能干、很伶俐的人，你去注意看看，他就会比较痛苦。现在的人少了，生的孩子大概两个、三个就很多了，生四个就说生太多了哈，对不对？以前呢、我们兄弟呀、常常六七个、七八个、十几个的都有啊。你看看啊，都是哈、那大鸭子带小鸭子。一对兄弟出去也就这样一排排下来，有没有？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了、
这群兄弟当中啊，那个能干的哈、哦、就特别辛苦，那好呆好呆哈、哦、就后面，那个能干的哈、哦、都在替好呆的服务。那各位回去想想看，你假如是当中那个能干的哈、哦，那我就希望你不要哀怨。我们遇到很多，人生当中遇到很多。他也能干，为家庭做出绝对的付出。那、啊、现在时空一转移啊，那好呆的突然后面起来哈、哦，那个精明能力灵力的哈、哦，变成很拍面，有没有？他前辈子的努力跟付出啊，就白费了。这个不要哀怨，这是你彻底的还啊、哦，赶快精进。因为你的一辈子都为别人服务嘛，为你的兄弟父母服务，现在就要为你自己服务了，啊，要好好的精进。那这种人很多，啊、哦，因为一个家庭里头兄弟那么多，一定有一个，那就算十个兄弟就十分之一嘛，那只是你是不是刚好十分之一，啊、哦，只是有些人是十分之九的部分。不管你是十分之九或十分之一的，现在听到这个话，你就应该懂得人生一条路怎么走。啊、哦，这个是我们自己遭遇自己还好处理，但别人遭遇很难处理啊。你要去协助他哦，搞不好啊，触犯人家隐私，啊、哦，弄不好啊，他会恼羞成怒。那在这服务的时候，我们不主张个别的服务。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组织来做服务，因为这样子你才不会惹火上身，要不然搞不好啊，你涉及家庭问题啊，那就很麻烦了，没完没了。所以我们要懂得，想要协助众生脱离苦海，那你必须要有智慧，那这个就是智慧了。所以这个组织制度啊，我们需要做，我们有足够的资源，同学们也都很花心，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这个制度，不能让它发挥作用，所以常常为了要如何协助众生呢、啊？我们自己就大打出手哈、哦，大打出手是没有啊，那是比较过当的形容词啊。但是哈、哦，因为这样而吵架，吵得哈、哦、两败俱伤啊，却是经常有的事，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我希望我们的制度要赶快建构起来。而建立这些制度啊，我们有赖于各位，各位大德，各位社会贤达，各位菩萨们，帮你所知的，你在社会上历练所得的，能够奉献出来。我相信这些朋友们，经过我们的努力，他们的人生会有所改变。那这个就是各位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无量无边的因缘，无量无边的福报。那你能够站出来，这是你的善根。你不用担心说我没有能力，我做不好。我相信我们的社会啊，是有良好的典章制度，我们有足够的工具，有足够的理论可以来协助我们，我们经过训练可以做得更好。记得我们不是为自己啊、哦，完全是为服务，为了让这个世界明天更美好，我们在努力。我们不是要赚钱的啊、哦，可能我们在做种种的奉献跟付出的时候，啊，我们还要、哦、被人家数落一番啊、哦。但是呢，这个就是这个娑婆世界的特色。假如没有各位菩萨的愿力，这个娑婆世界啊，将永远是在水深火热中。永远呢、啊、都是生死轮回，我们为了使这个世界能够兑现出美好的前景啊，那我们今天的努力跟实践那是需要的，是任何人呢、啊、都不可回避的，尤其啊是我们行有余力，我们能够投入，那我们就应该啊有所付出啊、哦，这个付出啊绝对是我们生命品质提升的一个契机。假如你在这个付出的同时遇到很多的挫折阻挠，那我告诉各位，那都是在帮你消业障，你放心啊、哦，你不要以为说啊，我才发心哦就遭遇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你不发心，就那个业障永远会留着，
到哪一天呢、啊？被逼上来的时候，你就变成灾难，变成苦难。所以，当我们主动走出来的时候，那这些业障啊，它会由主动攻击啊，变成被动的，然后它就烟消云散。那我们能够把业障消除掉，你才有可能啊，走向止于至善的生命境界。大家要知道，行菩萨道的同时啊，不但在积功累德啊，我们也在消除业障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带着忏悔的心来行菩萨道，你就在修忏悔法门；你带着发愿的心来行菩萨道，那你的菩萨道很自然的就会灿烂光明。那你带什么心来，大概就要看你现在所遭遇到的境界。有些人一参与以后啊，他的生命很亮丽啊；有些人参与以后啊，他的生命开始改变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走出来，走出来才能行菩萨道，走出来你才是真正的大圣行者。你关在家里，我们知道啊，你佛堂弄得很庄严很漂亮，每天固定的功课，那已经啊变成啊惯性。这个惯性啊，你还是生死轮回，只是啊未来的福报很大而已。那我们要是走出来，每天都有不同的境界在考验着我们，或许啊你会高高兴兴的要来行菩萨道，结果啊灰头土脸的转回来，很有的。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我到底怎么了、哦、那你必须拥有极高的警觉性，你才有可能啊来行菩萨道啊。众生反应的不是我们反应，我们是准备好行菩萨道的心，可是众生呢，他在苦难中，你的协助可能会是多余的，也可能时间刚好不当。就像你送个便当去啊，人家刚刚吃饱啊，你还说吃啊，你是欠揍啊，我才刚吃饱你还叫我吃啊，哦，要不然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些是时间因素，有些是环境因缘的对立关系，那我们要懂得这个部分我们该怎么做。那不管怎样，我们所面对的情境呢，它是多变的，你把它当作世事无常，诸行无常，你锻炼你的智慧也是很好的行法。你在这个情境中，你锻炼诸法无我，那也是很好的法门。这个就是你在移情的选择上面啊、哦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可以身口意三业齐修，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啊，从世间的层次来划分，先消业障再增智慧啊。你也可以划分为我修福报再修智慧，或者呢身口意三业同时进行，或者呢自证觉世间气世间眷属世间同时进行。总之啊，告诉各位，这个行法是一行啊一切行，当它成就的时候，一成啊一切成。这个就是普贤行法。我们在经典里头看到啊，一成一切成，那好像咒语，怎么有可能一成一切成啊，对不对？一行一切行，那怎么有可能一行一切行呢？我们告诉你啊，它本来就是如此。你说那就更不可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用大脑，大脑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怎么会一等于一切呢？而我们告诉你，生命的本质啊，本来就一等于一切。我们也跟各位举过例子啊，对不对？这例子很清楚啊。一是什么？通通由嘴巴吃下去，这一行嘛，一切行啊，你全身啊等比例成长。有没有人说我这个吃下去，先把头长起来，头长大以后再长脚，啊，右脚长够长了再长左脚，有没有？我看不是啊，
你四肢均衡发展的。假如真的有人哦，只有长右脚哦，你会说哦，那孩子大概得了小儿麻痹，对不对？你一行本来就一切行啊，你有没有可能四肢长好了以后，在未来成长，肠子再拉长？不可能啊，它同时均衡成长啊。修行属于生命的，它本来也是一样。你在自证觉世间要成就的同时，气世间跟眷属世间本来就要配合进行。今天我们受小学的大脑教育以后啊，你就会认为我自证觉世间要完成以后再来度众生，那个人告诉你绝对不会成就。他的意思说，等我大脑发育完成了再来发育两只脚，是不是这样？他没想到啊，大脑在发育的同时两只脚也在发育。生命是这样，所以佛法还原告诉我们，自证觉世间在进行的同时啊，气世间跟眷属世间也要同时进行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我们在进行气世间跟眷属世间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独立判断呢、啊、对，就在这里。所以你要聆听、欣赏、接纳，这个时候就有依教奉行。在这个依教奉行的时候，那你的接纳产生，你的放下产生，你的自证觉世间就成长了。所以自证觉世间这个时候呢，事实上是无心插柳，柳成荫。那么七世间跟眷属世间呢，你好好照顾它，你会不会成就呢？告诉你，有心插花，花不开。因为你的重点不在这里开花，你的重点呢是在自证觉世间的成长。所以这一个完整的制度跟规划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在这个完整的规划里头，那我可以放下一切，我接受整个制度的领导嘛，对不对？你用人就很难了，哦，就看人就讨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脸型跟我的脸型五行相克，都没有为什么。那同学们自己看嘛，你这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看到他就讨厌，他坐那里我就赶快坐这边，很奇怪啊。你们不要以为我这都不知不认识你们了、啊、但是看你们在坐就知道了。那明明屁股要换啊，他一定会移到那边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跟他相合嘛，不然有什么不行呢、啊、你说你们要坐下去，为什么一定头要再转来转去呢？你蒙着眼坐下去不就坐下去吗？心素息啊，仔仔那个接下去啊，那奇怪，屁股放一半就拿起来就移到旁边去坐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不合的情况，跟人相处啊就会有这种情况。那要你怎么放下？你放不下，因为我们信心还不够，我们还都是凡夫嘛，所以这是正常的反应啊。因此我们这里就要有一个完整的制度，这完整的制度，你要真的能够建立你的信心，是我在道场我可以放心，这个就产生了。现在制度只要没有，谁到道场来都不放心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期望各位啊，我们贡献心力，把道场的组织制度给弄好，把它的典章，把这个管理啊、经营制度给弄好，那我们大家来啊，都可以啊，很安心。不会恐惧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要饶益众生呢、啊，要进行真正的训练呢、啊，那就好办了。要不然大家在来到这个地方啊，都战战兢兢的，跟这个人讲话好像也不对，跟那个人讲话也不对，哦，啊，尤其啊，有时候跟人讲话好像在跟老虎讲话一样，哦，啊，经常就那里吼一声啊，这里吼一声啊，我那一天才跟大家讲，本来明天要做个皈依。啊，结果我们里面发生一个问题，就是皈依到底要用哪一种皈依？那皈依总共只有一个 啊，怎么还有哪一种皈依啊？原来我们这里根本把皈依我们的方法解读错误。我本来是说，那既然他选择来这里皈依，就有认同我们道场。既然认同道场啊，那你就应该发心哦，把这个家给顾好。
把这个大家三宝的家顾好，这是重因呐、啊。那你将来啊，要成家立业啊，就是下辈子啊，或者你的子孙呐、啊，要成家立业，他就很简单，因为有良好的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应该啊，在他们要皈依的同时啊，鼓励信众们啊，发心护持道场啊，这样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那么护持道场就问我说要怎么护持啊？我们说基本上就是消灾八度顶灯嘛，那不是很简单吗？那一年3000块啊，三个选两个嘛，或者一个也不要紧嘛。好了，就这么简单了。现在话讲回来，你要皈依要缴6000块啊？那也变哪里？啊，和尚讲的要皈依啊，三个选两个嘛。啊，一个3000块啊，两个6000块啊。啊，所以现在呢，后来我说啊，算了算了，不要了啊，要皈依就结缘皈依啊。叫你们讲，讲了老半天，就是皈依要缴6000块。好了，现在又跑出来，就两种皈依，一种要缴6000块，一种是随便的。那要命吗？我说跟你讲，你要教育信众嘛。那、啊、他既然要来皈依，就给他一个机会发心护持道场嘛。啊，结果变成和尚说要皈依要缴6000块。哦，哇哈、哦，这佛教改要个刺激呗，好心呗。好、哦，你安尼比落哦，我哦，遐个哦，佛教的批判者哦。千刀万剐、啊、你看看、嗯、话不是这样讲啊，但是怎么会变成这样、哦、我们制度不完整嘛，弄到最后怎么会跑出这种东西来呢？那本来是好心好意的告诉你说，你告诉信众要皈依的话，给他们一个机会，那既然来了就是认同这个道场，既然认同这个道场，应该给他们发心的机会，怎么弄到最后变成我规定了，这个叫做败给你了，被你打败了，这个就是我们制度不够健全的一个结果啊！所以人家在批评呢，我们只有承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弄不好嘛。那我是希望说，像这一类的事情呢、啊，尽快可以完全消除掉，不要老是发生。那我们华严道场还得了啊？啊，要皈依就要有钱才能皈依啊！啊，没钱还不能皈依啊？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！就告诉你谁缘谁分谁利嘛，啊，你把机缘告诉他啊，他发心发心不发心无所谓嘛，但是你要教育他，因为这个因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要大家护持道场？要顾这个家嘛，这个是一个种因的机会嘛，啊，你将来啊才有一个很好成家立业的好结果嘛，啊，搞了老半天了，准备套会。好，我们这个部分就跟各位讲到这里。今天我们到这里告一个段落。